板这一个上面就撒了很多芝麻。老板，这汉堡是10块钱三个吗？之前我不是看着上面写的是10块钱三个吗？老板说现在是10块钱三个，我就不吃了。口误。豆工辣条，豆工辣条咋卖呀？辣条是10块钱一斤。这个是微辣的，然后还有五香的，豆子的，老式大辣片。那我先给你找辣条。好。然后再加点老式大辣片给豆子，是吧？嗯。你这个是相机，哎。好，5块钱。好，行，买了5块钱的辣条，手工辣条。刚才那个本来是10块钱三个，它涨价了，10块钱两个了。我们不吃了，我们吃这个指定套餐，买一套送一套。打人套餐买这一套，对，送这一套，对，就是说19块9。对，这两套。那我们要个打人套餐，啊、这个。啊、哎哎，我们淋着雨过来了，现在感觉有点狼狈。嘿，哟，这不是小杨吗？我买了一份那个。大辣条，手工辣条，看，我去，闻着那种麻辣的香味，麻麻辣辣的，嗯，哇，油香油香的，豆制品的那种辣条，嗯，这个辣条很劲道，很劲道的，真的。看这一个上面就撒了很多芝麻，吃小孩了，吃小孩了。天冷水没，我感觉里面给没住了，肯定不好吃，真会就汉堡吃。这是我要的这个套餐，这个是玉米布丁酥，这个是鸡米花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紫薯派，但他家的紫薯派炸得像紫薯球，这个薯条放的我都没法拿汉堡把上面多余的薯条给吃掉。嗯，好好吃。19.9的套餐里有这么大的一块炸鸡，然后还有这上面是一块是一片生菜，然后这下面抵的是沙拉酱，挺大一个的。我准备夹着辣条吃，这叫什么汉堡？是辣条汉堡。OK。没夹到肉，再来一口。这个肉很嫩，这个酱也很好吃，菜吃的也很脆，加上辣条就觉得这个味道又升华了一下。喝一点快乐水，紫薯派，嗯，有这个芋泥的香气，玉米花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看看菜单。玉米布丁酥。嗯。这个好吃。
超酥。我发现薯条就是趁热吃很酥，凉掉一点就不酥了，就会发软。还有最后一口，我好像忘了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我忘了说开头词了，我吃饱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吃好喝好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支持一下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可以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支持一下哦，拜拜。